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四月二十八号星期五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双子座的朋友，最近接触一些新的工作项目，但是能够很快的上手，自己觉得蛮有成就感的。双鱼座的朋友，不管是生活上面的目标，或者是一些学习目标，甚至是工作的目标，都能够顺利的完成业绩的要求。摩羯座的朋友，最近接获一些投资的机会，可以认真的考虑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，天蝎座的朋友，最近呢心情有一些低落，或者是觉得沮丧的情况，要好好的振奋一下。狮子座的朋友呢，面对一些感情的危机，不能够冷战哦，要好好的解决。这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红色。土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黄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紫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6，颜色是黑色。